全球英万富豪马斯克上个礼拜旋风式访问中国大陆，拜访多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，而他在中国第一晚吃的东西也曝光，其中一道最贵的餸是美国象拔蚌，单价要人民币5988元。除此之外，马斯克还吃了意大利黑醋松板肉、煎雪花牛肉、怀旧妈妈菜、炸酱面和芹菜樱花虾等等。马斯克今次的晚宴一共有22个人参加，他们在北京的中餐厅万虎宴吃了16道菜，消费了大约45000元人民币，平均一个人吃了大约2000元。